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不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住善根，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续知续见，是助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助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助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人、众生、寿者。